好的，来到我们杨梅牧场，除了现场艳阳高照以外，要戴上我现在手上拿的这个皇冠，可不容易哦。因为可是要经过我们袋鼠跳跳的比赛，才可以跟他一起合照。我们看一下现场情况。2、1，加油加油！我们可以看到每位小朋友都穿着袋鼠装，奋力往前一跳，就是要拿到第一名，并戴上皇冠，拿着看板拍照留念。妹妹，知道你刚刚得到第几名？第一名。感觉怎么样？很开心。怎么说呢？会不会很累？刚刚跳的。会。刚跳完感觉怎么样？今天很开心。会不会很喘？会，我是有点害怕，有点害羞。这样我带我小朋友来玩啦、因为疫情的关系哦，已经关了三个多月了，而且阿嬷开刀啊，所以现在比较好的就哦，想说哦，带他们出来玩。阿嬷母亲节快乐！谢谢，亲阿嬷一下。此外，红袋鼠也是我们牧场的新成员，它在五月初的时候就已经抵达了牧场，而这几天都在适应新环境。而这六只3到6月大的红袋鼠非常的温驯可爱，圆滚滚的眼睛，天真无邪的表情，也萌翻了不少民众。